嫂子，时间不早了，等一下我们吃什么啊？我们园里不是长了好多菜吗？现在黄瓜、辣椒、茄子都可以吃了。嫂子，园里的菜天天都可以吃，今天就换换口味了。那你们今天想吃什么了？现在正是吃龙虾的时候，你就买点龙虾来吃了。我们离街上那么远，现在去买龙虾肯定有点晚了。哪里会晚呢？你是不是不想买哟？是啊。大好做事就想着吃，你自己吃啊，你吃嘛。哥，你怎么啦？可能是吃太辣了，胃不舒服。胃不舒服，别我去做事了。好了。